我叫石真爱，来自江苏，在杭州做外墙清洗这一行已经有10年了，大家都管我们叫蜘蛛人。做这栋楼嘛，耐心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栋楼楼层高，45层，一趟的时间也有5个多小时，一天下2趟的话也要20来天呢，才能做好。夏天嘛，就是很热嘛，气温在30度左右的时候嘛，玻璃上大概有40度这个样子，那个热浪阵阵扑过来，气都喘不过来那种感觉啊，真的是那种生不如死的体验，直接想跳下来都有这种感觉。冬天嘛就很冷嘛，手都不想伸出来，冻死了。那个西北风一吹，哇，那手指头都冻掉的感觉。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，我就静下心来想。既然选择这一行了嘛，就是要把它做好，不能半途而废嘛。做这一行不光需要耐心，小心也是最重要的吧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。比如说在上面挪绳子的时候，放绳子的时候，都是要很小心很小心的。就是风吹起来，人嘛像风筝一样的吹出去了嘛，就是很危险，然后那个力量又缓回来了，就容易撞到墙上，是吧？这几年从武林广场到钱江新城，每次站在城市的制高点，就能感受到杭州的变化。虽然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每次看到正亮的外立面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